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天气好冷，对不对？全国的投资朋友们，钱要赚，身体一定要顾。那在全省呢，现在气候下降得很快，你要希望所有的投资人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，好不好？身体健康，再来跟立豪一起攻城略地，大获全胜。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投资人都在看立豪的电视节目。各位，请你把手机的照相功能全部打开。我告诉各位投资朋友们，真的，你真的要让进入股市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进入股市，你的目的就是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我现在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，我希望很多的投资人能够跟着立豪，能够真的一起来发大财赚大钱。而且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进入股市之前一定有一个梦想，对不对？人生有梦而伟大啊。那你的梦想一定想说，我这些钱我要进入股市，我希望在股市里面赚到大钱，能够改变我的家庭生活，让我的爸爸妈妈过好生活，让我的小孩要钱要什么都可以受最好的教育，还可以出国念书，对不对？那我自己赚到的钱，我可以买车又买房，各位不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吗？这是你在进入股市之前一定有过的幻想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想过。各位，如果你没有想过，你就没有资格进入股市，听得懂意思吗？那各位，你既然进入股市了，那各位赚小钱你要干嘛？你赚小钱，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啊！你要在股市里面，你就要有一个正能量，要有一个宏愿，非常大的愿望，就是赚到大钱。那各位听得懂吗？你看我的侧标，我每天都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我今天我收盘之后，我的会员很多人传讯息给我，老师你真的好棒，老师你真的很赞，老师我真的感恩你，老师我谢谢你，老师我今年的年终奖金我赚到了。各位，当你听到你的会员这样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心里会不会很爽，爽翻了？所以各位，你看我的侧标，我1月19号上个礼拜五，我跟你讲我买华城，你不相信，我买352到355呢。各位你看今天，你看1519的华城有没有？你看它飙到哪里？各位，我1月19号买的呢，买了之后连飙两天呢。各位，到了今天你看我赚了40块呢，两天赚40块呢。各位来，我现在验证给你看。我声音很，各位抱歉，我声音很沙哑，为什么？我不是感冒哈，我是因为讲电话讲到声音沙哑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上个礼拜演讲会去演讲，声音沙哑。好，所以各位跟鸭子声音一样，有点听不大好听了，但是无所谓了，只要股市能赚钱就好了哈。各位看，各位为什么立豪一直跟你讲，在股市里面你真的要赚大钱，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其实各位，你如果不是我的会员，你在电视上看到我在讲说啊，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看我赚了多少钱。其实各位，我知道那个感同身受那种，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我现在所讲的方式。那我的会员可能也就很有同感，哇，老师你真的好棒，让我们赚到大钱，真的好棒，谢谢你。但是各位，你如果不是我的会员，我顶多在电视上，我只是把我的绩效讲给你听而已，听得懂意思吗？那各位，你会不会跟着陈立豪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。那我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用手机里面照相功能叫你全部打开，对不对？那手机里面的讯息我就发给你看，代表我是真的，因为手机里面的时间跟日期是没办法改的，听得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各位来，各位你看，你看上个礼拜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？上个礼拜一档股票叫1519的华城，那只股票在上个礼拜五，各位，大盘大涨400多点，他老兄他最弱，而且那一天是跌的。各位你看，那天1月19号大盘大涨，他是跌的。那我陈立豪告诉会员说，我买股票都买在人家不要的时候，买在人家当垃圾。所以各位，1月22号那天
对，我一月十九号买的，我在一月二十二号，昨天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一月十九号买在哪里？十二点三十一分买在三五二到三五五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那各位，当初我告诉会员说有多少买多少，因为那个成交量很大。你看，各位注意看，政治股票的成交量都很大，好、哦，成交量都很大。我告诉会员说赶快去买，各位一月十九号还有买在三五二点五的，好、哦，在三五二点五。各位，结果这一档股票一月二十二号昨天飙上来三七一，各位当初是不是赚了十八块半？各位你看到了今天，各位到了今天一月二十三号。飙到392、393，各位，我才玩两天而已，放两天赚了40块。这只股票我总共才做几次，我累积已经184块。那各位，如果你1月19号你真的跟我一起买回了，你又买回了这档股票，到了今天，各位你赚了40块。各位跟我念八个字：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。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知道做股票每天在赚钱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去想象，当你去买一档股票的时候，你买到马上能够赚到钱那种感觉，跟你买股票摆在那边好几天都不会动，然后突然之间你卖掉了它突然涨上来，那种感觉到底是怎么样？我相信各位那种反差非常的大。所以各位你看哦，一月十九号买到三五二到三五五，到了今天十九号是礼拜五哦，二十号二十一号是礼拜六礼拜天哦，各位，也就是说昨天跟今天才两天而已，各位你赚了40块，10张40万，100张400万，各位这里面有一个150张的，就是我的会员买的，各位买了150张赚40块，总共赚600万，各位600万听得懂吗？600万，600万，各位你听得懂吗？600万，就是礼拜五到今天而已，各位三个交易日赚600万，各位华城，而且各位你看哦，我还特别跟你们讲哦，我还告诉会员哦，华城加码点到了，各位看到了吗？各位做股票也真的这么难吗？有时候我在想，真的这么难吗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投资人没有办法去买到这些股票？那各位那也没办法了，毕竟你也不是我的会员，你可能也没办法买，也没办法知道怎么进怎么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各位来，我昨天在电视上一月二十二号就跟你讲，各位你看我一月十九不是买华城吗？昨天是十八块，对不对？到了今天变四十块，你看有没有？各位陈立豪真的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我也不会吹牛。我从头到尾都是在跟你验证，都在验证，对不对？那各位再看神盾，各位神盾这档股票利豪才做几次，你看我测标的价差，我才做几次耶，你看我的价差已经112块半，已经112块半的那个价差，对不对？来各位，昨天做神盾，我的很多的会员因为资金上面的问题，我跟他讲说，如果你要当冲可以当冲没有关系，但是如果你要爆可以爆到 overnight 过一天。各位你看今天，昨天买1月22号、哦、昨天的、哦、我是买164到166、哦、这是昨天的，昨天给你看过了，各位你看，你看这两股票6462，昨天我不是给你看过了吗？各位你看昨天最低多少，165.5，我昨天在手机上面不是给你看过了吗？我说这只股票啊，昨天呢一开盘还没开盘的时候，我就讲16什么呀，164到166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可以买回？那各位你看，我买到之后买到之后马上拉，马上拉，结果各位你如果要做当冲，可以看啊，你如果要做当冲，昨天买到的，昨天是不是赚11块？你如果要当冲可以当冲掉没有关系啊，十张你赚11万，100张你赚110万，我不是跟你讲我一个会员吗？赚165万，对不对啊？各位我告诉会员说，如果你可以不要当冲，你可以放隔天，你看到了今天1月23到188，各位赚22块，你买十张赚22万，100张赚220万，我的天哪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。
各位，你知道一个真正有实力的老师是这样在带会员的。我其他的我四星都不要讲，维盈都不要讲，这些高价股我都不讲了，因为赚太多了，赚到爆了。各位，我就讲那个100多块的股票，很多人不是跟我讲吗？老师，跟那个业务反映，老师，可不可以告诉陈立豪老师，那个做股票不要做那个每天都几千块的，好不好？我也想跟那个一两百块、两三百块的啊，可以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神盾，你敢买吗？各位来，我刚刚不是给你看过了吗？对不对？昨天不是买神盾吗？164到166啊。那各位，你看到了今天，你要当冲赚11块，不当冲放到今天赚22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？那各位，你再看看。刚刚跟你讲的华城，各位，你知道华城赚多少钱吗？赚到爆了，真的。各位，1月19号买华城352到355，各位到了今天你马上赚40块，10张40万，100张400万，150张600万。哎，各位，我很好奇，各位，我很好奇，我讲到现在，我心里很爽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很高兴，因为我的会员发大财，赚大钱。每天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但是各位电视机前面的你作何感想？我想了解的是这个，你作何感想？如果你的想法是跟我一样，老师你真的好棒，代表你还有救，代表你的心态是正向的，人家赚钱你会替他高兴，那既然你会替他高兴，代表你的心理是正向的，那各位财神也会帮你啊。如果我们在赚钱，你看到很不爽，想要转台，或者是说觉得怎么可能啊，钱都让你们赚就好了，那各位很抱歉，你没办法赚到钱，因为财神也不会跟到你啊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你愤世嫉俗，你见不得人家好，听得懂吗？那没办法，就像我想帮你我也帮不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真的做股票真的没这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。如果你真的想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，那各位一通电话我就可以帮到你啊！你看我昨天讲的两档股票，一个就是华城，一个就是神盾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看华城到了今天赚40块，神盾到了今天赚变22块，你看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买股票都打在车标上，我卖股票我也打在车标上？哎，各位，还有一档股票我昨天才买的，还有一档股票我来回做价差，创意，哎，各位，我让你看它收盘好不好？我先让你看它收盘，你会吓一跳。注意看，各位，这档股票叫创意，注意看哦，收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收黑？各位，双手借给陈立豪，帮我鼓鼓掌。老师，你有神经病吗？收黑你也在鼓鼓掌？各位，我要鼓鼓掌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昨天买在1680到1710，买最低价。我今天早上出到最高价，出掉之后杀回来。各位，你相不相信？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我如果有造假作弊，会员帮我轰出股市。各位，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敢讲这句话吗？不可能嘛！各位来看，开始喽，手机验证哦，刚刚验证的华城。刚刚验证的神盾，现在来验证创意。各位注意看，各位，当一个老师，真的你要像陈立豪一样啊，带会员好不好？各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哎，各位看啊，有没有？昨天是不是昨天两个字，9:24就在讲哦，3443的创意有没有？1680到1710买回，昨天就买回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来看看昨天有没有低价。注意看创意，昨天买回，昨天最低多少？1685。我刚刚手机是讲多少？讲1680到1710，有没有成交？全部成交。各位，成交之后我们马上看今天。各位来，我印给你看，我印出来给你看了、啊、昨天两个字。好，1月22号，会员注意，3443创意刚刚冲上去的时候，很多人受不了，想要去追价。现在价位不是回来了吗？各位，
欸，我常常在机会教育，在传赖的时候就告诉会员不要这么急，因为股票在我的在我心里面都有一个数字，而且我都是观察量价的变化。我告诉会员不要这么急，价位一定会到，一定会到。所以各位，我说你看，很多人受不了，想要去追股票，现在价位不是来了吗？做股票真的不要这么急，有没有？有放空的也可以获利回补了。现在1680到1710早上说过了可以买回，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吗？早上说过了，早上是几点？各位，昨天早上是几点？9:24就在讲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结果10:57来了，我接10:57来了、哦、好，各位来，哎，帮我鼓鼓掌，帮我鼓鼓掌，我今天赚70块，出的有够漂亮，各位。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十张就好，10张70万，给我出掉了。各位，请你照相功能打开，我手机的时间跟日期你拍照一下，你看看我今天出到哪里，好不好？你看看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各位来看，各位马上来看今天，你看今天呢、哦？你看我怎么带出哦？各位今天早上哦。会员注意，哎，早上8:30哦，会员注意，昨天我们买回的3443创立，今天有利多消息哦，好，利多消息，而且各位第二通呢，会员注意，因为美国殖利率开始不稳定，所以有获利的股票都可以自行决定短线进出咯。啊，我又再提醒一次，1680到1710昨天有买哦，结果各位到了9:08，各位已经来到1740哦，我还温馨的提醒，已经到1740哦。好，各位来再来，你看我一直提醒哦，各位，你看提醒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各位你看几点？9:17已经来到1755了，温馨提醒，我已经叫会员可以要出可以出了，各位，结果很多人出到哪里？出到高价，全部出到高价，各位出到哪里？1755到1780全部出光了，而且我都一路提醒哦。一路提醒，各位，你看收盘，所以各位盘中4.5小时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做华城，上个礼拜1月19号买，到今天赚40块，10张40万，100张400万。我的一个会员买150张赚600万，各位神盾。昨天玩当冲赚11块，放到今天赚22块，各位了不屌，太屌了，各位，昨天买创意人家不要，我买创意到今天赚70块，出场之后杀下来，各位这种老师你不跟你要跟谁？我从头到尾都在验证哦，盘中4.5小时，各位才是真正的重点，所以各位你看有没有？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相不相信我今天神盾上来188，我还放空神盾，放空神盾我还赚8块，这个8块就不要讲了好不好？其实赚8块太少了，赚太少了，我不讲了，一流的。所以各位，很多人在股市里面寻寻觅觅的，想在股市里面赚大钱，然后结果很可惜，第一个选不对老师，或者说不会做，到最后赔钱了，赔到大钱，心里很难过，人家在赚大钱，他在赔大钱，各位那是没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各位，我的侧标写什么？你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你真的要成为一种习惯，当你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，你每天都想赚大钱，那各位你每天都想赚大钱，到最后会变怎么样？赚最后你就是成为一种习惯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我今天没有带到那个，哎，跟着立华安心放心又开心的，各位为什么？我就是忘记了，我也不拿给你看，因为我就直接你看我就好，跟着陈立豪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好不好？跟着立豪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只要你一通电话，我其实我可以帮得到你。你如果没有打电话进来，我根本帮不到你，真的，好不好？业务都在等你哦，业务都在等你，而且各位，你注意陈立豪讲的话。我们现在已经在预备过完年之后，农历年之后的股票，我已经在准备过完年之后，农历年过后的股票，
而且这些股票有很多的股票都开始要起涨而已。你如果愿意跟着利豪，各位马上来电，把你的电话姓名全部写下来。各位，希望你不是股市蟑螂，希望你留下来的电话姓名是真的，因为我才真的可以帮得到你。你如果留下的是假的电话号码，我帮不了你，知道吗？那各位所有的业务同仁，真的帮帮这些可怜的小散户，帮帮这些可怜的投资人，他们的电话进来之后，你一定要照实的把它写下来，好不好？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如果愿意跟着利豪打江山，你就会看到车票上的股票，真的让你买到之后马上涨，买到之后马上涨，买到之后马上涨，听得懂吗？你不用等啊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金融献瑞贺新春，一六八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，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结果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利豪刚刚所讲的话有没有道理，你们自己心里很明白。其实你进入股市的重点就是要赚大钱，不是在那边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如果你在股市里面做不好，水能载舟也可以覆舟。那如果你真的做得好，各位不得了，尤其跟着陈利豪，做多也赚，放空也赚，听懂吗？我两边我都可以做，我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老师。所以各位，加权股价指数虽然被我讲得很准，有没有？你各位，我当初不是讲吗？10月30号，我不是跟你讲回补15961到16015之后，就是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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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涨了2000点。1月17号，我跟你讲回撤17173，对不对？强大的支撑，结果反弹了600点，各位对不对？我都跟你讲了。但是各位，你敢做吗？你能够在这个还没反应之前就开始进场吗？你看我讲的华晨，上个礼拜五杀下来的时候，你会买吗？不会吧，我买。到了今天表现最强势，赚了40块。神盾昨天也是一样，表现很弱势哦，开盘就往下杀哦。你如果不知道主力在洗盘，你不敢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主力在洗盘，所以我叫人家买。各位，到了今天赚22块。昨天创意很多的 AI 的股票都很强，像微盈昨天攻涨停，对不对？而且昨天四星 KY 大涨，对不对？啊，昨天创意是涨最少的哦，我专门我就买涨最少的。
结果今天赚70块。哥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股市是一门投资学，是一门心理学，是一门艺术。所以各位，你如果真的要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，各位真的，你真的可以赚大钱，不要只是赚小钱。让我们一起买车又买房，知道吗？真的，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各位，你没有电话我帮不到你了，因为我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，希望你能听得懂这四句话，听得懂吗？而且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真的有做到，真的有赚到，才敢讲这个八个字，千真万确，真实富贵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金融限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零二八。